场拳赛就由李君贤对关嘉敏，个感觉系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，变咗我真系好惊输咯。我已经紧张到琴晚两点几扎醒咗之后瞓唔翻，我都相信即系阿邦话我得嘅得嘅，咁就得噶啦。梗系对自己有信心啦，系咪？练习第二日嘅时候咧，我系同佢打过噶，我系俾佢打过添，系啊，我俾佢打到喊嘅，所以我今日要喺擂台上报仇。好啦，我哋嘅女子58公斤级决赛第一场正式开始啦。咁男角咧就有李君贤嘅，咁红角方面咧我哋就有嘉敏。咁啊，啱啱出嚟咧，咁两方面咧大家都不甘示弱啊，咁啊大家咧都系互相攻守噶。两位靓女都搏到尽，出拳又快又狠，打到难分难解啊！参赛者中年纪最大嘅海俊杰，呢一场嘅对手就系郑俊宏。啊，海哥啲体力好好嘅，啊，但我而家系担心，因为我寻日先食翻嘢，所以我啲体能我就唔知诶达唔达到，即系挨唔挨到个三 round， 我惊好快就爆。全部都拳重啊、速度啊、闪避啊、气量啊，佢都系好平均。好啦，嚟到男子六十公斤级嘅决赛啊，我哋男角咧就有郑俊宏啊 Fred 啦，咁至于红角咧，我哋就有海俊杰海哥啊。见到啦，郑俊宏哥后手跟得好快，好靓啊。咁啊，海哥咧都四十中后嘅，会唔会喺年纪上高会令到佢哋？各有優勢，埋身肉搏，拳來拳往，連智偉哥都睇到好緊張啊！好，馬上嚟到七十公斤級嘅賽事，呢一身黑袍打扮嘅選手，大玩神秘感喎，邊位啊？呢個邊個嚟嘅？呢個係我姐東文，我姐東。對手軍哥，我點睇啫？氣勢強勁啊，做到成個死神咁樣。家陣你對住個重拳王，你諗住點打先？而家講真。諗住睇下個場咁大，跑下先啦。有冇信心先？講真。大家支持就有信心。100% 信心係嘛？有冇100%嘅？係。120啊。120好。今次兩位選手咧，天佑同坤哥嘅體重咧係一模一樣，69公斤喎。好啦，第一個回合開始。咁啊，紅角嘅選手咧就容天佑，藍角嘅選手吳業坤。咁啊，見到啊，咁啊，藍角選手咧個頭啊比較講得向後嘅，咁呢情況下咧真係比較驚拳啊！嗱，見到啦，呢家紅角咧就容天佑咧就一早嘅拳咧就係咁攻落啊，完全唔停啦，就好似頭先咁轉住走啦。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咁其實咧，大家雙方咧都係對拳咧嗰個敏鋭度好高。吴业坤对容天佑唔好睇，佢哋两个都斯斯文文咁啊！一上到台就变成另一个人啊！对住对手绝唔手软，拳如雨下停唔到啊！打到面容扭曲嘅坤哥，究竟打唔打得赢先？最后一场赛事啦！就由潘子峰對羅孝勇，智偉哥都為兩邊打打氣啊！16安士，呢度一張唔該。盡打嘅啫 ，Sheldon 係好難贏，都係盡打，盡打揮盡，咁啊，盡自己能力打，盡量表現好自己，希望自己即係呢六分鐘永遠都唔會忘記。影對阿 Brian 喎，點解驚㗎？即係我問你。即係你就嚟要同一個獅子啊、坦克車啊、一個大炮打，咁你會有咩感受？點都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啲驚。佢哋嘅壓力好大㗎，打完之後成日會自己擔心自己究竟點啊！哇，好快啊！行先啦，你見到啊，咁啊，藍角嘅就係阿羅孝勇，咁啊，紅角嘅就係潘志峰，咁啊出嚟咧嗱，羅孝勇啊，好靚啊！哇，積咗幾個重拳啊！現場觀眾都睇到熱血沸騰，成班一齊受訓嘅戰友都喺度打氣。想知道連場激戰嘅最後賽果，就要留意7月4號晚8:30翡翠台嘅明星運動會啦。